三千块即将进到麦寮乡民的口袋中，云林县麦寮乡要发振兴金，消息一出，当地民众好开心。OK 啊，因为我们都没在上班呐。对啊，对我来讲OK啊。啊，如果有就是多的啊。 多的，所以希望也是赶快。麦寮乡乡代会提案发放振兴金，提案通过了，将由公所自筹经费全乡普发。麦寮的财政因为有六轻税收丰富，除了振兴金，平常福利就不错。这次振兴金一人3000元，要是再加上中央发的5倍券，就有8000元。必须是今年8月31日前涉及麦寮乡的人才能领取，算一算有4万8000多人可以受惠。 好康加码的还有彰化北斗镇镇公所将从镇库中拨款发给每位镇民500元纾困金，9月11日正式发放。觉得是很好，我们镇民的福利，500块不是很多啦，可是你很多人的话，一个心意。不止民众开心，北斗的店家也乐观其成。这是一场及时雨，那对北斗业主当然会有帮助。中央、地方补助齐发，希望刺激民间买气，促进经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